我觉得我每年都有一个主题动物，去年是猫，今年是龙，因为是有冬奥，所以我感觉是比赛中要表达一种强大的有中国元素的一个气氛，尤其是对我自己来说，穿衣服是一个非常能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式，尤其是在滑雪中，有的时候看不见脸呀，看不见到底是笑还是生气什么，但是能看见衣服也能看到范儿吧。所以我衣服上我的红外套是有后面一直有龙，然后过来肩膀上有一个龙的头，这样我穿上比赛衣服也能看见龙，然后还有雪板上也有龙，上面还用英文写了人中之龙，这样在中国的比赛我觉得能有一些中国的元素，也同时能让所有人都去学到，然后都去喜欢。